可能是银碎的。对，因为他那个他是在保养机台的时候，他们给他抢的，所以他当时是保养机台的时候，可能在兑换机台的时候。对，然后这里面有百钞也有千钞，他是保养百钞有千钞。首长，后来谢谢首长一下。来，小谢这样，非常谢谢，谢谢市长。你自己的八十。八二几啊？八二几？八四年，八二同学。然后市长匆匆忙忙来，有没有带什么礼物来啊？这个现场也不适合带礼物啊。谢谢您，大家辛苦。平龙吉普所，哎对，吉普所。那就应该是当地的宣传队啊。啊对，是警备队。警备队，时间就到了。啊，说法太可恶了吧？已经封高了。不干单了，真的给你们释放，不干单。而且这个说很勇敢，第一个就拿。这个叫他拦起来。哎，你看那个气瓶呢？你还把你气瓶把你开落去。有枪。哎，要全部开落去，你一个人你也袂能动的。这所长很勇敢，单枪匹马就拦下来。在起定来加起，感谢谢谢，感谢你们的帮忙，好，谢谢你们的帮忙。谢谢市长。啊。